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沙建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组逆光一段拍摄手法。那么我们平常所用的都是一些三灯，然后这段拍摄主要是在微底上两边各加一个柔光箱，这个柔光箱的话一定要去加入我们加四的话就可以，然后两边的速度一定要保持一样，然后灯其实稍微往边去一点，反正你要够前面不需要挡，但咱们前期拍的时候只需要用好两边的柔光就可以，前面的话不要加很快，也就是说灯的明暗是有点多的，需要它多在那站不是边边去看，咱们相机调色的话就是正常的标准，然后背景调色调饱和的话显得亮的，然后色温的话咱们可以调在四化到几度，对相机的一些快门啊速度啊包容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还有可能对那咱们的背景